哎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是我们在新竹的第二天，然后时间是八点半，然后眼看后面他们几个现在都还在睡觉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本来要约的早餐时间应该是吃不到了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们本来就安排说要去吃什么薯霸，就是红英安排的，这次行程是他排的嘛。然后因为他们昨天好像就我们几个啊，所以玩到四五点，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睡。那我是因为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，所以我只睡了3-4个小时，2-3个小时，其实就会自动起来。对，那我既然都起来睡不着的话，就去吃个早餐。对，记录一下我们今天新竹第二天在干嘛。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是小猫会磨牙的声音了。对，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吃早餐，拜拜。哎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外面啦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是住在这个中华路附近，所以我相信应该蛮多吃的，因为城隍庙就是我们住的附近嘛。然后我们昨天有去吃一个叫深夜食堂的，但我是没有拍，只能好好拍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它应该是简短的拍一些我们点的东西啊。那家店呢，好吃，是真的好吃，好不好？只是价钱呢，价钱还可以啊，还可以接受，因为也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贵。那我加一层服务费。很多人说那个新竹是美食沙漠，我现在到新竹吃了两三间，我是觉得都还可以的。只有那个我们去吃的那个景观餐厅，那个我觉得比较普一点以外，我们吃的那个火锅跟昨天吃的那个深夜食堂，我都觉得还不错吃，都还不错吃。那现在找早餐店，那我现在看到家早餐店什么8+8，感觉是那种旧的那种早餐店。去看一下，感觉那种老旧的都很厉害。OK，Let's go。各位，现在已经到我们这个8+8营业，早餐已经点好。那我这次我点一个叫做什么牛肉蛋烧饼，因为我这辈子呢早餐从来没有吃过烧饼，想说来试试看，因为这个早餐的这个单子啊。一晃过去，烧饼类的，从来没吃过，我们来吃看看。哦，从来没有早餐吃烧饼过，我们再来吃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吃一个牛肉蛋烧饼，配一杯豆浆，还有份小热狗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看它上来长什么样子。OK， 我们这个烧饼来了，烧饼看一下，我们的牛肉烧饼，那它还没有加番茄酱、胡椒跟生菜，感觉蛮屌，我们吃一下。它的口感好奇妙，它很像有在炸货，你知道吗？很酥脆。对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才45块而已。还不错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已经退房了，好吧，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个卡尔登饭店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城隍庙那边吃东西了。然后刚我们为了停车呢，有去城隍庙附近晃了一下，发现那个鸭香饭啊，今天可能是无望了，好不好？他妈人超多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去吃别的，什么英皇肉圆啊，叭叭叭，都去吃，好不好？吃一波，然后吃完之后呢，就准备。吃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去那个哪里？青蛙石，踏踏青。佛陀世界。佛你个头啦！佛陀世界，他妈你要去那边当仙人是不是？闭关员。西仙人。那东西你讲哎，你磨牙大王哎，你睡梦磨寒。我昨天有一个人被你磨到一个他妈睡不着哎，他妈那个。像火气现在很大哎，亮，你要不要吵起来几次啊？对，你啊，四次啊。你说他，你不是在说什么？他一直跑到你旁边去，他就他靠近你，挤过来，他妈黏在我背后，妈的！你就一直抢我背啊！废话，你是磨牙，干你，我就干你娘嘞！你抢我，不是
我磨牙跟你抢我被，你知道怎么直接关系啊？你就是因为把我吵醒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很不爽，我就拉那棉被，干你娘，叫你别他妈磨。就是个恶性循环。两个人他妈小孩子在吵架，是不是？妈妈的，为了棉被在吵架，两个人哎，干！他妈，我现在是感觉妈后背后凉凉的，妈干你！你有背后凉。然后他就抢走，然后你就一直往他那边靠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靠腰哦，我知道吗？我每次醒来他妈身上都没有被子。对啊，所以说你们两个昨天那个没睡好。我是有了。哦，好了，大家就这样子。大家都没有。对啊，欸，我七点起床睡不着了，好不好？我被你那个磨牙声磨到一个，干我不行哎、欸。好吗？好吗？我去买个止鼾器嘛，烦死。你那个是那个吧？防磨牙那个啦。你要买那个牙套啊，买牙那个牙套。不然我们去日本之后，可能那五天都会每个变熊猫，我跟你讲。阿德就说：“干你娘，你磨牙、啊！”白痴，太阳好烫哦。干你娘，我。背上现在可以妈做大埔铁板烧。对啊，这太阳，今天这太阳真的很大，好不好？但也是好事啊，不然妈妈出来，好鸡鸡、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你要去想，哎、欸，出来玩，如果是阴天的话，对不对？阴天下雨天不是很难过吗？有点白云，你知道吗？去白云白蓝天蓝，探险宝宝出来了。他想干话，老师哎、欸，好啦，我们现在吃东西。现在来到这城隍庙的第一站，就是冬瓜仙草丝，好不好？冬瓜仙草丝，子恒推荐，我喝一下。还多一个人呢。它仙草口感很奇妙，它是那种真的是熬的那种，有点球球的感觉。它的仙草，微对对对，球球那种感觉的仙草，这个好喝，这也挺解热的。虽然外面太阳这么大，我觉得不错。好、哦、那我们等一下喝完这个之后呢，下一站不知道去哪里，等再去城隍庙里面吃一些东西，那应该会吃个霸丸或者贡丸。好想吃鸭香饭，我也想吃鸭香饭。不要吃霸丸。有人说吃鹰王哎、欸，那就是吃家推荐。好，是和观众推荐鹰王，因为蛮多人推荐鹰王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下一个餐点见，拜拜。这个好喝，推荐。嗯。不知道干什么，从头到尾，你现在摸我屁股，现在摸我屁股，赖龙，你真是人尽可夫。欸，我帮你拍了一些东西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我没按掉。还蛮恶的，你可以不要一直摸我屁股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车上了。我们买到了这个，好不好？我的观众们，鸡推的鸭香饭，打开给你们了解一下。现在会有点晃，因为我们在车上直接边开边用。来了解一下鸭香饭，吃一下。这鸭香饭吃一下。鸭本身的一个味道，然后配上这个胡椒跟这个，它这个应该是所谓用鸭油了，应该是用鸭油淋的，这种卤汁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我们司机没有点一碗来吃，你要不要给他品尝？我觉得很搭哎、欸，我讲，来喂一下，我喂一下，来吃吃饭嘛，来，我觉得很香啊，哎、欸，绿的。还不错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这个鸭很加分，有哎、欸，鸭很加分，鸭真的很加分。那
十分的话，你们会给几分啊？我吗？我应该八分吧。七分啊？九分啊？嗯。你呢？你七分。对。我大概是八分左右。啊，小马呢？八分。八分。嗯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还不错。那我们今天要去海边，去海边一下。去海边干嘛？不知道。看个海。对对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鹰王肉圆，好不好？这是也是观众激推的一家肉圆店，看一下。了解一下这个蒜泥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很香。了解一下，来，咱们先吃一口。我这个人啊，蘸料最喜欢蒜泥，只要有蒜泥我一定加。你干嘛护？屌的！哦，好烫！哦。一口就有感觉，它那个味道，它酱的味道超赞，口味超丰富。我来吃一口，你要吃下面内馅啊？嗯，大概在哦，哪一个肉？它那个蒜泥比较属于偏鸡心一点的，辣一点，对，比较腥，用闻的就很呛，蛮刺激的，但我超喜欢。是你爱你爱的那一位，对不对？我爱的那一位。Okay. 来试试看啊。啊，那小毛一个鸡推，来，我们吃一下。小毛推成这样，吃一个。怎么样？蒜蓉的味道。它蒜蓉的味真的跟小毛讲的一样，超级重哎！看，可是是爽的那种，不是它不是辣到你不舒服那种，是你会让人觉得是舒服的那种辣，刺的，对，刺刺的那种爽的辣。哎，鹰王有点东西哎，哎，我还在车上那边，鹰王哎，这真的是鹰王啊哎，可以啊。我刚刚有猜过头，然后黄晨先看到招牌。看到那扛棒，然后要右转嘛，然后红林马上掉头，哎呦，果然来对地方了。观众们棒棒，哇，观众们赞，可以啊，是吧？快你吃啊！哦，但我觉得他那个酱做的比我家楼下来的好。他的酱，我觉得不同感觉。因为说你家的酱是，我比较喜欢重口。你家那个是比较偏淡一点的那种，比较甜，对，甜的那种。这个肉有嚼劲，然后不会太硬。原本吃那个肉是硬的，你现在吃，它的皮超弹的。大肉，它的皮我觉得非常屌。这个肉圆我会给到十分，这个肉圆很强。鹰王肉圆，感谢我的观众，感谢观众推荐，好不好？鹰王肉圆，赞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我们这个新竹的最后一站，哇，新竹的最后一站，哎，干东西呀、啊！哎，这边在哪里啊？这里在哪里？哎，港南海风景区，港南风景区。我们这个动作真的超恶心，我在捏奶头，在挖屎，在干嘛？反正这是应该是认识赖永林十年以来，好不好？他做的最好的一次的这个行程规划。我觉得非常棒，非常棒。那我们待会就要回台北，回台北之后呢，我们来吃一下小川。那小川就额外再拍一集好了，反正要公拍。我们要好久没吃小川，对，能拍就拍。那我们新竹第二天的一日游就这样子结束啦。那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拜拜。拜拜哦。拜拜。拜拜。真的是，好神奇，看过。紫魔侠，紫脑乎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爱说，不愿拥有，不能。